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健康，怎么样运动才瘦得下来，在健康101的单元里头，我们请到国内最优秀最知名的专业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亲自示范教学怎么样运动，怎么样让你的心肺功能提升，怎么样训练你的肌力肌耐力，而且增加你的柔软度。在所有的一切训练呢，就是要帮助观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体式呢可以变得更好，可以变得更健康。那一开始的单元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今天的单元里头，我们会请到我们的 Bett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嗨 ，Betty 老师，耶！一二三，耶！我要跳。对，艾秉瑜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Bett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每次 Betty 老师来呢，又带给一些观众朋友崭新不同的运动。对，崭新啊！对呀、啊，就是很亮。观看那个 Betty 老师的这个衣服搭配，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常 fashion 的老师，对不对？嗯，所以呢，除了要让观众朋友动的快乐之外，也要视觉上的美丽。对，我怕，因为我其实身高还蛮高的，我怕那个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找不到我，所以我就把自己有没有像有只蝴蝶啊？你知道你身上的光呢，可以让这个观众朋友看到你的焦点。你是我们营养界的小精灵，噔噔噔！刚刚很可怕呢，刚刚这样子，我的麦克风就一直有干扰，对不对？都是我磁场很强了。对，所以你大家有感受到吗？有，所以观众朋友今天要好好的、仔细的看着那个我们 Betty 老师带给我们的正确的动作。好的，没问题。今天要做瑜伽吗？没有，我今天带的是有氧雕塑。有氧雕塑哦，又可以有心肺的训练，又可以有肌肉的。对，那观众朋友比较不懂的，什么叫雕塑？是用刀子去雕刻吗？不是，是直接刮掉。哦、对，我常常跟我妈说，你为什么把我吃的那么胖，我腿那么肥？我妈直接说，你刀子给刮掉。对，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有氧运动的时候，妈妈就说，那直接用刀子把它给留起来的话，留起来的话，就讲。我也是跟学生这样说，他们都是有时候说太胖，我说你们又不动，那直接拿刀比较快。对啊，那没有那种假后做停扣那种。是的，对对，一定要努力。对，健康是要付出代价，如果你没有运动，也要付出代价。是的，嗯。所以我们要讲到雕塑的啦，对啊，雕塑，我怕偏离太久了。雕塑，雕塑就是它会让你身体热度之外，热度之高之后的，然后利用你肌肉，我们身体有几块大肌肉群，比如说胸大肌也是大的，腹肌也是大的，臀肌也是大的，还有背肌，那几块肌肉呢，来做一些多次的运动，然后多次数，多次的运动，对，譬如说好一次，我们一次可能做个16次，不要超过16次，然后重复3回合这样的训练，然后可以让你的有一点点概念，就是做一个动作要重复16次，这是最高的，最高的。对，电视机前面如果做8次，那可以像老师这么漂亮吗？做完这个有氧雕塑可以变漂亮吗？对，但是不能做一次，一定要常常做，一个礼拜做3次以上。那老师要常常来我们节目才会。让观众更漂亮啊！那就希望那个、啊，那就要跟那个什么发通告，对不对？没问题，没问题。然后观众们要写，我们要看 Betty 老师的曝光率就会很高。对对对，这样子我就会来到见你们，见你们，见你们。好，那今天的动作，今天有氧雕塑，我先开始第一个动作。首先，他会利用一些走路，很简单嘛，哈。观众其实要努力的走路，对不对？对，你有两只手。有两只脚，你得行咯，然后就踏步。这有人不会吗？应该会啦，会啦哈。好，我们假设大家都会。对，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关节性的运动热身，肩膀转动，会打开肩膀。然后这个都不用太认真学，因为等一下我会带。就慢慢动就对了。对，最主要的动作我们来到弓箭步，来双脚打开，我们做一个侧弓箭，会有右边。对，你看我们老师腿多长。对，看跟秉瑜老师一样啊，对。好，然后换左边，换左边，对，这样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只要右边移动一个，
左边移动一个，然后但是你移动的中间一定要用你的腹部控制，然后拉链很重要，这边拉链要拉起来，把手腕收起来哈，收起来，爱穿束裤给扭起来，然后用肚子控制你的双脚去移动，然后我们会有这个移动，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是，然后后面的阶段我们会加上手背，就会打开，好，碰碰，好，手肘。碰碰，这个是瘦蝴蝶袖吗？老师，对，手背的运动，还有你的胸大肌会比较集中。哦，男生喜欢长胸，女生喜欢挺胸哦，这样。哦，男生喜欢长胸，女生喜欢挺胸。对，哎，还很顺的呢，哈，对。那还那是不是 A 会到 C 级 ？A 级会，我们是说动作的级数会 A 级到 C 级吗？我想说，我好像没有做到 C 级。好，这是第一个动作，是这样，炳老师 OK 的吗 ？OK， 哎，观众朋友 OK 吗？我一定是 OK 的啦。你们 OK 吗？好，那我们点点头。第二次就是经过这些动态的训练之后，我们会停下来。好，有一个臀部的雕塑，你要把你的左脚，然后点在后斜方。点在后面。为什么要点后斜方？因为这个哈，不会注意，屁股，屁股的角度很重要，一定要调对的。如果你在旁边调不到它集中，所以没有办法把下垂的地方托起来。对，我们一定要做集中，然后又可以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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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对，我们都是崇尚自然哈。有一些我突然有一天在网络上看到某一件裤子里面，然后垫了这么厚的海绵。裤子。对。垫这么多厚的海绵，为了要看起来屁股比较 up up。我以为想说被踢的时候比较不会劈到肉。哎，真的，跌倒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有那样的功能。不是用别人爱看卫生纸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用自己本身的肌肉撑起来会比较好看。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呢就让你们不用垫卫生纸，也不用垫海绵，我们就直接让它肿起来。嗯，直接肿起来，好不好？用打的比较快。所以呢，要点在后方，一定要斜后方，斜后方，脚尖膝盖一定要朝外。因为这样你的外侧屁股才会内收集中，然后再开始啊提起来，啊，好像有卡住的感觉哈。对，因为卡住你要用肚子收紧，然后下肢这一只站立的脚一定要站稳，站稳之后然后往上收缩，有没有？我建起来，我建。有，你看肿起来，鼓起来对。我们这里有没有肿？大家要看特写哦，导播要特写这里有没有？鼓起来。你看衣服有皱起来就表示有肿。对对，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然后我们会换左边进行，阿伯加一边力，加落来安尼哦，就歪一边了。对对对，就这样。所以这是第一，这个观众们一定要学起来，因为现在观众朋友几乎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那个这叫什么？肌肉会弱化，对，然后会成果冻状，向室外散开。虽然现在流行果冻鞋，因为前面学生问我说要不要买果冻鞋，我才知道果冻鞋是什么。哦，就像短一短一那样子，对，它掉下来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肌肉千万不要这样哦，对，垂垂的。那其实都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哎，所以你说再怎么用都没有办法，一定要做运动。101现在有健康节目已经有讲到这个饮食这一块了，对不对？对，我们要饮食配合，然后身体上的配合，动作配合。是的，所以老师的责任很重大。对，每一个来到我们现场的老师都肩负重任，所以我要赶快进行我的第二个动作。下一个，好，那第这边就不用了，等一下再对。对对对，我们就等一下直接，让我怕观众朋友现在就太累了。好，第二个动作呢，一样我们会在中间做完一些走路的动动啊，摇一摇之后呢，又让心肺热起来，对不对？我们就要做第二个。第二个呢，你也是可以维持手叉腰，手护在虎口，肚子一定要怎么样？收起来，收起来，然后拉链，拉起来，还隐形的哈，我对对对，拉起来，然后。右脚尖点出去，然后往下坐。哦，这个坐要坐得很美哦。你看很多那个现在的女生很喜欢这样，有没有？摆 pose 对不对？对，这样很喜欢自拍臀部。对，就这样。哦，这个 pose 也不错。然后站起来，然后再并回来。好，对，两只脚的话，我建议像如果说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你有脊椎、椎间盘问题呀、膝盖问题的人，你一定要站屁股的宽度。哦，所以打开一点，对，比较重心比较稳。对，好，我们再试一次，右脚往前。所以老师这个动作是针对大观众朋友的哪个地方？我们针对我们的臀、臀部、大腿、下肢的臀的腿。哎，观众朋友试试看，蹲下去，蹲蹲看。就觉得好像有点吃力的感觉，但是不能歪起哦，一定要坐好，这样这样，夹苦了可以。哦，这个是不是这个脚会酸啊，老师？会，支撑脚大腿，然后你上来的时候站直的时候，哇，屁股会往上，好酸哦，酸哈，对，非常有效，然后就收回来。
对，这样子有没有？那我们试左脚看看。嗯，左脚点。所以老师这个动作对我们的膝关节也很有帮助哈，观众朋友的膝关节。因为你训练的大腿的肌肉力量，它就可以保护到你膝关节，会分散压力。所以观众朋友膝盖痛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只有去看骨头，是因为肌肉没力。不能加，就得我就得。老师，我这样合格吗？有端，但是没有端下去，有端上来。这就是给吧，我们说的给吧，偷给啊的点，就好了。换左脚一样点，然后蹲，一定要正正的坐，然后站起来，然后再收回来，都要腹部收着。对，然后这个是很简单，对不对？这个脚步，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我们会坐在架上上半身，然后我们就开始加手一，一右脚哈，然后做二，蹲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往右边转，往右边转。好，阿里巴多一点要修蕊哦，对，用上胸部转动肚子收，好，又要蹲又要转，哎，其实有，对，有点挑战，挑战，所以回来。然后站起来收回，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哎，好像转动腰对腰有帮助，对不对？因为现在的人很喜欢练什么线，一条线的话，人鱼线啊，马甲线，所以你一定要收上体还有扭转，才会练出那个线条。所以你做对了就会瘦腰，对，做错了就会腰瘦。哦，老师讲的非常的好，腰修好吧，这样子可以讲这个，可以好吗？好，换左脚试试看，左点，左点，然后你坐下去的时候刚好往你的左边转。好，然后再回来，看到美美的两个老师就可以回来了哦。所以这样简单几个动作，真的身体就还没开始动，只是示范而已耶，是，就身体很有热的感觉。对，加上我们有没有灯光 spotlight 啊、嗯哦？我们就是更暖和了。好，等一下我们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OK， 没问题。今天就是这几个动作，就这样。那动作不是很难，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找你的朋友一起来看我们的健康101，由我们 Betty 老师帮我们瘦腰臀。大腿、屁股全部都受到了有氧雕塑。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回来，等会见。嗨，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健康101。等一下，今天要上的是有氧的雕塑，由我们 Betty 老师训练的这个扭转站姿扭转。一下就觉得腿酸了哈，所以观众朋友你真的要试试看，因为这个没有去亲身体验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肌肉酸痛，然后带给观众朋友说大腿更紧实的感觉。我为什么会讲这么多台语，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你们这个频道有一个老师还蛮红的，哪一位老师？就是后来都走谐星路线的那个新竹的吗？这一开头的最常出现的。最红的那个哈，我是不知道他红不红，但是我知道他的那个眼睛还蛮大颗的，很像那个有没有？老师你就直说，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哦，你们都不知道啊？是 Jimmy 老师啦。哦，接下来我们欢迎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让 Jimmy 老师站在后面哈，有一点委屈，但是我们今天绝对不能让他们抢走我们俩的风采。对，是，所以我们今天要找到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哦，就决定要来把他砍掉。对，那就叫他直接下去好了，不要上来。年轻啊，有没有？有年轻的脸蛋。有修长的身材，我怕你等一下下了那个节目结束之后被打，还是比较好。我会打家暴路线。好，来欢迎我们的 Dragon 老师，来自林口。好，老师今天有氧雕塑要好好的雕塑一下。好，没问题。因为其实像我们老师的身材哈，后面两位老师都是经过这样运动的雕塑才有这样的成果。我们今天有站叫卫兵来吗？没有，这样子像卫兵吗？还好不是穿红的。你这样看前面的夜幕，有没有感觉请了两个卫兵？我也觉得，这表示对我们节目的尊重，感谢两位老师，谢谢。好，老师准备我们第一个动作。那所以呢，我们要先讲第一个动作，后面请注意喽。首先把双脚打开，好，特别请他们来的是有原因的，就示范嘛哈，他们腿比较长，就是、可以长一点。对，老师你就腿很长了。我是说我180，他们都200。哦，好，好来，好来，我们弓箭往右边移，注意你的骨盆一定不能这样歪出去哦，一定要摆在正中间，然后再换左边，好，右边。其实是推起来推回来的那个力量要有，就是你当回来的时候要用外面这一只脚弯的脚要推回来，然后再换边右，然后左，然后后面的年轻人有问题吗？这个运动呢，感觉就好像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要让他的关节有力量，盖子比较不会疏松。你从现在开始，你有一直听到声音吗？哦，咔咔咔，我们后面传来两位咔。
所以老，觉得他们膝盖老化了吗？不是，那是因为那个髋部关节的有一些空气挤压住。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之后，它会把那空气慢慢啵啵啵啵。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有这样的声音，不要紧张，对，不要觉得不能运动，那是正常的。对，因为学生都听到这声音跟我说，老师我是不是怎么了？其实不是，那个是挤压出来的空气。好，我就是故意让他们一直做，一直做。好，我们现在加手了，来，手臂开夹两下，开。夹夹，男生，男生是怎么样？胸，长胸变大，有没有？女生挺胸挺起来，男生抬头挺胸大起来，女生挺起来，这样子。哎、欸，也可以受那个蝴蝶袖哈。是，所以你的手臂最好能够夹到。有人哎、欸，有，我相信观众朋友的会碰不到。哎，对，因为可能他的不是他的肩膀太紧。对不对？这是男生多啊！如果是女生，我们一定要这样跟她说：是，其实老师很羡慕你。啊，像我学生，我都这样跟她说。碰不到是开心的，就对了。对对对，因为这是好事，嗯、就是很羡慕。就不能说她太胖就对了。哎，这样没有了。哦，披头婚，好了好了。这样有没有问题？第一个动作，没有问题。那我们只要只准备停在右边哦。观众朋友要注意，刚刚有记得脚左脚要放在哪里？要往后斜方。斜后方，好。对，哎、欸，谢谢，我是外国来的啦。然后脚尖、膝盖要朝外面，从这边开始，肚子要拉链拉起来，开始要把腿拉起来了。短下，老师要抬几下？下，我们至少要抬八下一下。哦、八下哈。对，那等一下，老师如果觉得你们很棒，我就会抬十六下。哇，会更酸，更有效果。对，那后面两位男士可能要抬32下 ，double， 这样子是不对的。那他们这样，对，他就会一直抖。没有，我们基本上我们一次不做32下，那是开玩笑的。好，好，来，然后只好动一动，然后左边要来试试看吗？好，好，来，我们左右来，一、二。左右左加手开啾啾开口口开大大开停停最后两下之后我们停在左边然后现在是你的右脚要往后斜方然后开始端一端咯端老师这个动作抬起来是不是臀部有酸的感觉对它这边会紧会肿起来一块、uh-huh. 然后你要往上所以你的身体那个拉链线一定要一直往上胸要挺起来、mm-hmm. 你有没有看到后面两位男士胸很大对好有好来那 OK 吗好那我们可以加上音乐让观众朋友从头一直跟着上来哦对对对、嗯、然后所以我们动作就真的简单就直接跟、嗯、好不好好好来，我们就准备，那我们就要手举起来了，举起来，拍手。什么 ？Music。好，双脚打开，一起跟着我，很简单，摇一摇就好。当当当。有没有很轻松？你只要打开右左摇一摇。好，现在呢，右手，左手，哎，屁股要继续摇，双手。我是说手，我就忘了屁股。再一次，屁股要摇右。来左双手，他开始好踏点，然后我们双手一起邀请朋友一起啊，准备哦，来感受一下，好手要动一下哦，我们准备哦，要进入我们第一个动作 lunge 右左右，还可以吗？可以，然后带着微笑，继续八七。六，还有四、三，好，准备，停在右边平衡，打开手，然后呢，把你的脚调到后方，预备哦，往上抬喽，上、下、上，不用太快，我们只要 up， 这样，好，我们再来几个。嘿，往上鱼，你要感觉肚子收起来，然后屁股用力夹紧，膝盖用力往外打开。我们再做两个就好，最后一个，好，放松。如果你觉得很累，就拍一拍。对，如果不会，就摇一摇。你要拍到屁股这样端一端的。对对对，就让它松一下。这个是肌肉放松跟收缩的调整。来喽，手再叉腰。好，换左边。左右左右，继续哦，八七，还好吗？后面的会酸吗？哦，
会真的前面的会酸吗？四、三、二，好，停在旁边，一样，调整一下右脚，来往后点点，宽心。哦，有听到哦，所以飞机要准备起飞喽。嗯，好，喷掉。好，然后最好的方式是配合呼吸，抬高的时候要吐气，肌肉收缩的时候要吐。老师，你怎么都没有讲话？你还好吗？在吐气，你在吐气，很好。还有四个、三个、两个、一个。